房间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粉红泡泡，我现在在家里，刚从月子中心回来。这间房间原本是阿如在放杂物的地方，这间房间之后会变成小 AJ 的房间。那今天回来这边就是要准备迎接小 AJ 9月14号回到这房间。这些东西是个很极大的挑战。现在总算告了一小段的段落，现在已经把地面清空了，我已经汗流浃背，我觉得好累哦，收东西真的很累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下去。鸡都没了，但是尘螨超多，我脸全部都过敏，全部都过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是觉得收拾是一件非常辛苦、非常麻烦的事情。这个壁纸很可爱，很漂亮，我觉得小燕真应该会喜欢。今天的工作就是我们来组装婴儿床。那这个婴儿床是我们上次在妇幼展的时候跟阿如一起看到的，阿如很喜欢。我询问过价钱，要30000多块，觉得好像有点贵，但是惊喜，但是现在在当下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把它组装起来，因为我也没有组装过，也没有看过，就来试看看吧。够，这真的蛮有质感。终于完成第一步。主要要装反，整天都在装反。完成了，终于把主体装好了。那接下来剩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要装蚊帐。那我们终于要结束它了。好嘞，我发现其实阿如有点心机哦，可以睡到国小，应该都没问题。这样子之后就不用买小朋友的床了。其实它有很多功能，它可以当书桌，又可以当单人床，而且还可以当游戏床。它这个可以当床边床，也可以拉起来当栅栏。小孩子应该不会越狱吧？它上面有写可以承载100公斤重，那应该可以躺。躺下啊！以后我们两个就一起躺在这里。现在房间已经改造好了，那我们带大家进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小AJ的房间。那我就要放这两个毛怪，还有另外一只，这两个是阿如很喜欢的，大家看到毛怪会抓狂，应该也会希望小AJ喜欢毛怪吧？就放这边吧。那这个是我自己想要放的，是因为他是我哥哥。那很可惜的是，小AJ出生的时候没办法看好他。对，那我也希望我哥哥会在天上保护小 AJ。 柜子特别有 AJ 两个字，这个我最满意的是这个名副其实的 AJ 的鞋子。那会跟阿如认识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 AJ 的鞋子，所以我们的小朋友才会叫小 AJ。 来吧，到家了，终于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惊喜还惊吓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哇，天呀、啊！宝贝，这是你的房间耶。我只有认得这一个，其他都是新的耶。我觉得这里可以放一个床，然后我睡。我睡。没有，去睡你原本的房间。小鹿，边边边边。小狮子，耶、yeah, ！他是10月8号，他是8月10号，完了，他是8月10号生的。你只放的是 AJ， 对耶，这也是 AJ， 我觉得很棒哎，而且旁边全部都是虫弄的，好猛哦！宝贝你好棒啊，老公，可以帮我弄一下这个吗？这个人太高哎，那你借我过一下，不要，他又开始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宝贝，你看不惯爸爸妈妈这样子吗？宝贝，你先躺着啊、哦。你的新床。30000多块。
其实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现啊，其实我最爱的毛冠把它放在这里边，但是我现在呢最爱的不是毛冠，是我环境、后面一点点，大哥在这里，大哥要守护小 AJ 哦，然后我们就要每次都去记录，没错，看他现在几公分这样子。九月十四号 ，OK OK， 好可爱，谢谢啦。希望小 AJ 呢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过得很开心。好啦，那我差不多要去喂奶了，他应该饿了，拜拜。